今年是龙年，我们画一个龙女吉祥。你先调一个中等墨，用支小笔把这个龙的图形勾勒出来。你刮一下，从头开始，也不要太湿。它的眼睛，圆圆的大眼睛，后面还有一个。画上他的眉毛，是长长的鼻子，放那个大口，这是它颈部的毛，把它的脚。上面画四条杠，好，这是他的头。下面我们画他的身体，这里再画一撮毛。啊，这画又画他的爪，那个腿。这爪在前面，所以先画这身体在这个爪的后面。三、四，前面四个，后面一个，一，这是后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个爪。上面算是画两笔。
把它的鳞片这两个转化好以后，就可以画它的身体，这是身体的到背部，这是腹部，要画两条线。下面画后面一个爪，背上面鳞片，这是中等木色，画它的尾巴。好，它的腹部画一条弧形就可以了。雕龙墨，画他的眼睛。上面要留一点亮。口。牙齿，再画一下。的脚，看它的爪子。龙的木稿就画完了，下面染颜色，还有一个，这是鹅黄。眼睛。流出来，
那个嘴边画线，空一点白，眉毛也是空一白。毛这样画一下就可以了，有的露的零零白就不用管它。身体，说好。好，这个肚子这里把这个木线勾一下，或者是白的。八，半边，木线，好，背上的毛，画一笔，把这个三绿眼睛点过以后，再调三绿，在这里，稍稍画一下。把它背上的演化一下，喂。看看那边，扫一扫。下面的大红，是的，
用浓墨，两个龙须，用浓墨画龙须。龙就画完了，下面写字。成龙大捷，龙年画龙。